刚才我们正聊到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他说你俩是在北海道见的面，我怎么想想那回陪你去北海道的人是我呀？干杯！嗯，回来了，这么快？赶紧！今天锅特别好吃，我跟你说，坐下一起吃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锅的味……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说了我该说的。你放心，你说那些我都记着了，只不过我把丈夫换成了男朋友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妥一点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你同学。 从他知道你家密码上这一点来看，我推断你们应该是闺蜜，闺蜜知道这些应该还好吧？哎，有话出来说，别说悄悄话呀。正好给你们相互介绍一下，她叫杨华，是我的男朋友。这位女士叫美美，是我的同学兼二嫂。二嫂好。我这头衔可不是随便乱叫的，你俩这感情还没有理清楚之前，叫我妹妹就行了。啊，不是加班回不来吗？怎么的，一听说有人陪我喝酒，这麻利儿的就回来了。瞧你这一头汗！哎呀，我馋酒。你回来正好。 刚才我们正聊到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他说你俩是在北海道见的面，我怎么想想那回陪你去北海道的人是我呀？哎呦喂，脏不脏啊？你这是没呛着吧？哎，你行啊，金屋藏娇，两年。 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，滴水不漏，见福了。来，擦一下。来吧，我来吧。